是陈芷溪。那么在来重来，你过来一点，这不要穿帮。对，我看好像是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芷溪。那么在《一代枭雄》这部戏里呢，我扮演的角色是朱彩玲，也就是何府堂的二夫人。那么这个角色啊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女中豪杰。刀马旦出身的她呢，水般柔美却有着火样的性格，不逊于何府堂，绝对可顶半边天。在这里呢，也要祝上海新文化的新剧《一代枭雄》收视长虹。没了。